这把打对抗了，我们对线斩杀白起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对线的是斩杀白起，那么我只给你一条建议，就是不要跟他打，你绝对打不过斩杀白起。如果白起会玩的话啊，如果白起会玩的话，你是100%打不过的，除非他跟个傻子一样让你打。你天生比他少一个召唤师技能，他带了斩杀，你带了惩戒，所以你应该去利用你的惩戒去发育啊，去滚经济。人家有斩杀，那人家对线肯定是比你强的，对吧？那你只需要背着他去发育就行了。这波出个鞋子，要不然会漏兵的。哎，我就不跟你打，我就不鸟你。打着打着你会发现，哎，我五级了，他才三级；我七级了，他才四级。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况，那你就成功了，那你就会打白斩杀白起了，知道吧？如果你的对手是典韦的话，那么我觉得不要怕。如果你的典韦大爷的话，如果是纳克鲁鲁进，我可能这个野怪我都不去看了。但是典韦的话就走啊走啊走啊，典韦不要怕啊，典韦凯这种英雄你不要怕，还有赵云，他是抓不到程咬金的。你只要手里有一技能，他们这种没位移的英雄他是抓不到程咬金的，好吧？然后出抵抗鞋就可以了。完了。完了，送了个红，更打不过了。不要跟他打了啊，他有斩杀。啊？这么多血你给我斩了？我操，你这开了吧？斩杀斩我26%啊！你还不走？别急，这典韦想砍我，跳出去。前期打不过，后期打团更打不过。如果仅仅我前期被打炸了，我都没无能为力了，那我就别自称国一程咬金了，兄弟们，瞧好了，我教你们后期的打团思路。我知道打团打不过。你知道，那我能不知道吗？所以我有解决的办法。不要着急，兄弟们。看好，看好我是怎么破局的这一把。是我打团不如他，那我就先发育呗。至少我现在10级，他现在9级，对不对？惩戒你抢得过我吗？我再把花拿了。哎，不要跟他打了，你项羽想法非常错误，打白起干什么？清线就不行了，清完线继续进野区，你打他半天，你能打死他吗？但是有这时间，我可以反多少只野怪啊，对不对？拿对面的野区刷一下，当自己家刷一下，这个红快刷了。我一直教大家的就是一个细节，就是红 buff 旁边的小野怪刷新，证明 buff 快刷新了。很多人都记住这一点了，他就懂基本的刷野思路了。所以我提前就在这里等着，等一下就破局，各位，有办法的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如果程咬金一个国服程咬金连这点挫折都破不了的话，真的难上国服啊！一个白起都打不过的话，好，我到达12级，跳出去。哎呀，没顶住啊！大残大残，全部大残，先留一个，留一个立马走，因为我已经没状态了。黄忠没了位置，黄忠，好，我来了。先杀一个小乔，可以越绕后去抓他，大概率到这个位置了。把野区再过一下，慢慢你就会发现，我13级的时候，那白起才11级。再推塔，再合成黄刀。
好，我现在7600经济，白棋5900，啊，他们最高5900，我现在7600，不打他，我要反红了。但是这波我可能会被包，因为我太嚣张了，所以给他们一个我走的假视野，再回头打，不要被白棋嘲讽到。哎，这都能嘲讽到啊？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如果只有四个人的话，那你们大概率是杀不了我的。弹！我的可爱的队友啊！哥们被打的，他开高技能弹都不知道弹一下，就屁颠屁颠跑。错付了，终究是错付了。错付了，兄弟们，我还兴致勃勃的朝小猫咪那里跑，我期望他给我一个手榴弹，我就跑了。坏了坏了，咱们去带线啊！刚想给你们讲破局的方法呢，上路漏了两个，有红 buff， 我得摇一个人。他有红 buff， 有制裁，还有蹲山。不行，被压制了。直接开他呀！黄忠站位这么靠前的，哎，卡了！哇靠！哇靠！不是，我踩上去卡了一下。你不要跟白起再玩了呀，再跟白起玩一会儿家都没了。哎，真的服了呀。还得往后撤，别急，先杀一个。可以上了。哇，真难呀这一把！射手快来！完了，我得换一个，要不然就亏大了。好像他也打不过我，不着急，等一手大招。他李元芳不是技能可以看草吗？被动应该能看到草里有人啊。A2 先跳出去规避一下真伤，你不会真觉得你打得过我吧？天晴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呀？你来人了，走，等一手大招，10秒钟，给我10秒钟，我又是一条好汉。准备上。上路线到家了呀。准备一手复活甲，开龙了。不行，我来抢龙吧。完了，这云英又在干什么呀？云英啊，哎呦，你真是个破绽啊！得把兵线清了。完了，死完了，这下坏了，断线吧。哎呀，哥们尽老力了呀，哥们。就先去打小乔，先杀一个，杀了一个，再杀第二个。谁行啊？电死你！完了，没电死他。哎呀，换错装了。啊！点错了，急了刚才，主要是想电死他，你知道吧？结果没电死他。哎，踩一下。哎，他不打我呀，不打我触发不来反甲呀。不行，扛不住了。
扛不住了呀，没钱这一波。哇，还行还行，还好又锁住了，一把王者狙打成了 KPL。真刺激呀，真是一把王者狙打成了 KPL， 我真服了。短短20分钟，他们家10、50次啊，我们家10、50次，他们家是37、37+50、80多次，我靠，20分钟死80多个，平均每分钟14个，真牛逼呀、啊！我操，这把是真牛逼，每分钟14个，路过一条狗都得挨2巴掌。我得带三路先，太刺激了，是吧？主要是三路都崩了，对，见人就干。冰脉不要，为什么不要啊？冰脉我觉得挺好使的呀，带一下上路先。现在每个装备都很重要，现在就多刷点钱，足够秒换装备。哇，我连冰都快打不过了。哎，开到了，可惜，云音都不在啊，云音。哎呦，又被真三杀了，不过应该赢了，这波开的好。哇，回家兄弟们，回家。啊！快，兄弟们。真烦呀、啊。